房间是哪一个房间？哦哦哦，那边开始！哇哇哇哇！干嘛干嘛？我躲哪里？哦，放掉水干嘛？不要放掉水！啊！我拿到一个螺丝锡纸吗？我怎么了？这是 bug 吗？啊！哦，是，哦，吓死我！啊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欢迎来收看我们的恐怖游戏系列。我们这次呢要玩观众期待已久的轻轨 3D 版本哦哦你没错，轻轨呢原本是一个 2D 的游戏啊，但是呢有粉丝把它制作成 3D 的，但是这款 3D 呢并不是完整的，因为 3D 做到一半的时候却被 2D 的原本的作者给制止了。对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玩它的 demo 版本，就是没有完整故事的，但是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3D 版本的轻轨了嘛，看一下有多恐怖吧，让我们进去看。我们听说到一个在教区外面有一座豪宅的传闻啊，他们说那里住着一只怪物。哦哦，哎，怎么还是二 D 的人啊？也许鬼是三 D 的吧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什么。哇哦，这边里面还蛮不错的嘛，还蛮漂亮的嘛，不像外面破破烂烂嘛。哦，是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是这里真的很冷啊？哎嘿嘿，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？怎么了，塔克西？你害怕了吗？哈，你怕了吗？哦，让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！哈哈，左下角的脸，哈，啊，太白痴了啦！哦，怪物不可能会存在的，根据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哦，哎，嘿嘿，伊尤西，哎，小心一点啦！哎，哦哦，我自己进去了 ，OK。OK， 我进来这里了。哦，三 D 的呢？哦哦，所以这种人是二 D 的。OK， 我们这边呢，可以爬上椅子。我爬上椅子干嘛？还可以搬走椅子呢。哇哦，互动性好大哦。诶，这什么东西？碎掉的玻璃，碎掉的盘子。哇，在地上，我拿起一片了。OK， 还有吗？还有什么吗？开，什么都没有。水槽，放掉水。哦，有东西吗？没有钥匙之类的吗？好啦，出去啦！嘿，朋友，什么了？哦哦，嗨，大家，你们去哪里了？锁住了，哦，都锁住了呢，门都锁住了。我自己是没有玩过轻轨二 D 版本的啦。哦，有东西经过了。我是没有玩过二 D 版本的，所以我现在直接玩三 D 的。我也没有看过他的故事啊，哇，这样比较身临其境嘛。毕竟这款是老游戏的嘛，当时出的时候，我看的话可能会吓到尿都流出来啊。但是现在不会的。啊 ，OK， 进来呢，耶！这谁的房间啊？为什么枕头是在这里的 ？OK， 这边亮亮的，就是指有声音。柜子里面有声音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移走椅子。OK， 这个是什么东西 ？Library key， 不知道是什么，哪里不知道是哪里的钥匙，应该是那个柜子吧？哎，干嘛？打开哦！哦，怎么是你啦，塔克西？你在干嘛？其他人去哪里了？而且我刚刚在楼下没有听到脚步声啊！讲话啊，高伟啊，高伟，塔克西，你很抖哦，好吧。他可以洗坏掉了，虽然我有拿到一个钥匙了嘛，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，这个吗？不是。哦，我可以使用钥匙，好用吗？用啊，怎么用？我要用钥匙 ，OK。啊，等下我还有什么？我还有刀啊，我有刀片哦，啊，小心啊，我有玻璃哦。等下我可以存档吗？等下，哦，可以呢，哦，yeah。Hello， 轻轨，这什么东西？书房的钥，那个房间的钥匙啊！呦，哎，等下，没有了 ！Oh my god， 脖子被扭断了！哎，还好我有存档，拿了之后呢 ？OK，Go， 赶快走！房间是哪一个房间？哦，那边开着！哇！干嘛？我躲哪里？哦，放掉水干嘛？不要放掉水！啊！
我拿到一个螺丝锡纸吗？我怎么了？这是 bug 吗？啊！哦，去！哦，吓死我！怎么回事啊？拿了这个之后呢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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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去楼上，去楼上，去楼上！啊，对对，那个水在房间里面有柜子可以躲。等下，等下，坐到慢点，坐到。这边有柜子啊，柜子，柜子。三楼可以躲，刚刚不能开的地方。哦，啊，早都带去给那个胆小鬼嘞。啊啊，要我拿到什么了？我拿到房间的钥匙了。OK，OK， 这个是什么？What？ 一个门 ？What？ 有趣，一个门，这边可以用钥匙啊。好，走吧。房间有什么呢？该不会又在有人躲在里面了吧？出来啊！不能啊，地板吗？阿里，等下，推过去啊！你看，哎呦！咚咚咚咚，等下先存档，等下，养成存档的好习惯。哎，那我知道弹什么，弹噔噔噔，我不能弹吗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要输入密码，我还没有密码，我找一下密码，你等一下。这个门可以开吗？这是哪里啊？啊，这是二楼 ，OK， 我现在二楼了。嘿，你赶快出来哦，嘿，哦，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他不在了，我的朋友，他留下一张纸条，看一下那什么纸条，不能看吗？嘿。为什么好像麦块一样纸条 ？Takeshi 写的 ，Takeshi， 抱歉了 ，Takeshi， 我看不懂了，我夸不的，哎呀，啊，对对对，我记得那个浴缸里面有东西啊，等一下，浴缸里面放掉水先，然后好像有一个东西啊，什么东西？螺丝起子吗？对耶，螺丝起子，但是螺丝起子要干嘛呢？哦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 Sub 是什么东西？ Sub 肥皂吗？为什么会有一个马桶这么立体的马桶的？你要干嘛？你是不是需要螺丝锡纸？好，不需要。这里呢？哦，为什么突然间全部门都可以开了？是不是那个怪物开的？ OK， 哦，哇哦，等下这边怪怪的哦，这边这墙壁怪怪的哦，这个壁纸有点老旧啦。OK， 我怎么离开 ？OK， 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左键是离开，左键也是出发。等下我去远一点地方啊。这干嘛的？这榻榻米。啊！啊！啊！大师哥的，大师哥的 ！Oh my god！ 我进来这边干嘛 ？Oh no！Oh no！ 呜 ！Boom shakalaka boom boom boom！ 呜！没事，没事。啊！哎，干嘛啦？那就不要去那边啊，奇怪，那就不要去啊。三楼也已经去过了吧？三楼，对啊。你干嘛？Takuro Hiroshi， 你还好啊？呀、yeah, ，我想是吧？你也看到蛤蟆那个怪物？啊，是的，这是不可思议呢！没有想到，竟然是存在这样怪物啊！啊，所有的出口都被封锁了，他把我们困在这里哦。OK， 这似乎就是这样了啊。对，让我们分开找吧，我先检查一楼。OK， 祝你好运。OK， 真不愧是恐怖故事啊！总之就是要分开就对了，好吧？他搜一楼，他肯定死了，我刚刚就死在那边的。哦。墙壁那边肮脏，那个壁纸不一样颜色，我们拿这个玻璃割开，对，你看，啊，什么东西？门的把手不见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有这个布可以吗？不行呢，螺丝起子可以吗？也不行呢，啊，没有线索呢。我知道。OK，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我们先给他追到三楼，然后掉去二楼，然后再回去他的房间。OK， 啊，只剩下这个方法了，来，嘿。出来，来，走，不要躲起来，不要躲，绝对不要躲，去三楼。
OK， 去三楼，然后这边。OK OK， 他来了吗？啊！他也是干仗啊！他怎么这么快的 ？OK， 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啊！我们回去一楼，回去一楼，对对对对对 ，Yes Yes Yes！ What the hell？ 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，等下，等下，给我进去好吗？给我进去，我先存档。哦，我刚刚拿到什么了？我刚刚拿到一个 lighter 打火机呢，空的。所以你跟我说这边只有一个打火机？哇哩！我都放他出来了，你们拜托让我走啦！啊！我们有布，可以擦掉血迹。来来来，啊，对，擦掉。OK OK， 擦掉。941，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呢？啊！等下等下，卡住，等下啊！941还有一个呢，给我擦掉。对，躲起来！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。啊，应该可以了，但是还少一个密码呢。我可以随便猜吗？三楼这个门呢？三楼这个门。啊，可以把门给拆下是吧？哦，拿到门把了。OK OK OK， 哦，把楼上这个没有用的门的门把给拆下来。OK， 那我们再去楼下的，楼下那个门啊，这个，然后再用门把。OK。OK Yes， 呜呼，太暗了。我需要赖打，我没有油，我的赖打，赖打油该不会是藏在里面吧？藏在那个保险柜里面。我们有密码的吗？941，你这个臭密码，给我正确点的好吗？941是什么意思？九，另外一边就是六。941是这样看嘛？反过来看的话就是146，所以是9416，是这样吗？我不在，尝试看一下吧。9416不是，9416那不是的话就是6149，也不是6419，9641大到小，1469，1496，6419不是哎，还是说其实根本没有九，九变成零，因为反过来的嘛，0416。哎，哈，答案是什么？1469吗？1461，我不知道。我突然间换一下那个第一个数字就变了，刚才是0416，所以变成1416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是1416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拿到小孩子房间的钥匙了，莫名其妙。我们可以去小孩子的房间了，应该是这一间吧。小孩子的房间打开，耶、yeah! ！小孩子 ，Oh my God！Hello， 小孩子，上面有东西呢。Hello，Hiroshi， 哦，你还好啊？其他人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们都分散了。哦，真的啊？你要跟我一起来吗 ？Follow me 吧。啊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才不要嘞啊！有怪物追着我。哦 ，OK OK， 不要跟怪就不要吧。奇怪嘞，叫你跟怪而已啊，你可以不要的哦。来来来来，上面有东西啊。哎呦，拿到油了。OK OK OK， 我拿到油了。所以我现在我的赖打。赖打跟油要怎么加一起啊？哦，加一起，有 ，OK， 我们可以去那个黑暗的地方看了。啊、哦，有微微的光了，但是我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啊。点火，哦，还好，还好没有跳出来。有什么吗？有一幅画，有书，鬼，哦，有牢狱 ，OK， 我这个我有印象，这个我们待会。地下室的钥匙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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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呼！关起来啊！我把它关起来，我不关。绕一圈，关门起来。有 bug 啦，还是先跑啦哈！先跑，先跑。OK OK， 冷静冷静冷静。啊，可以，我按到两次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耶、yeah! ！
好啦，不行啦，穿过了啦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。跑去三楼，跑去三楼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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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然后掉下来二楼，然后再出去，然后再去一楼，然后再去那边。不对不对，这边 OK OK， 钥匙，钥匙，地下室的钥匙，打开啊！米卡！啊，我要去救米卡啊！等一下，我拿好我的螺丝刀。米卡，啊，米卡在哪一间啦？米卡在。米卡，米卡，啊，米卡！我要跑去哪里？又在一样跑去三楼吧。米卡，不要，不要。OK， 有问题就跑去三楼。对了 ，OK， 不要管米卡，米卡，我来，我救你，米卡，米卡。哦，吃得很干净嘛，哇塞，很会吃呢，哇 ，OK， 没关系，米卡死了，那么我们继续吧。好暗哦，哎 ，Game over，Demo 结束了，你喜欢这游戏吗？让我们知道，以便我们继续完成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作者呢，他发布了这一张贴文啊，就指呢，轻轨的原作游戏，二 D 的原作游戏呢，发布给他这个讯息说，我没有授权你制作这款游戏啊，所以呢，他就只能停止开发了。对，这款游戏呢，已经停止了哇！但是好像还有另外一款的3D 游戏啊，好像网络上有蛮多种的轻轨3D 游戏，我们今天先玩这个，我们下一次呢，再去找另外几个来看一下吧。哎，很有趣的是 3D， 他明明。在我面前，可是却把我脖子给扭去后面，你就不能直接张口吃掉我吗？哇，怎么会新鬼啊？刺激，有趣啊！一群作死的人进去作死啊！耶、yeah! ！没有想到竟然是女生心领便当啊！呜，可能是团队里面没有黑。电影必备小段，黑人必先。